然后咱们放这个扳机，这个扳机咱把弹簧这样放着卡在这里面，放的时候反过来下面这个腿塞在这个洞里面，然后这个洞一定要挂在这个连杆，放完以后咱们去扣这个包厢盖，扣盖子的时候扳机一定要放在这个孔里面，然后咱们去放，咱们去盖这个，然后这可能放的时候有点不好放，然后这咱们这个手啊要碰一下这边挂钩，碰一下这个进去，放完以后咱们开始打螺丝，一共四颗，然后咱们上这个围顶。